健康所想，闭经后怎样防止衰老？张国喜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。闭经后可以从合理饮食、运动锻炼、保养、懒槽以及预防肾虚四个方面来防止衰老。合理饮食，三餐定时定量，少食多餐，多食用含钙磷高的食物，鱼虾皮、海带、牛奶、乳制品、骨头汤、鸡汤、鸡蛋、豆类、杂粮、芝麻、瓜子、绿叶蔬菜等等。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避免形成抽烟啊、喝酒、喝浓咖啡、高盐饮食等不良习惯。二、运动锻炼，进行户外运动以及接受适量的日光照射，有利于钙的吸收，还有助于增加骨密度。长期坚持运动有助于加速毒素的排出，增强血液循环，提高肌肤的新陈代谢，从而改善面部肌肤的情况，同时还能够增强体质，控制体重。三、保养卵巢，卵巢是女性重要的生理器官以及内分泌器官，卵巢健康有助于延缓衰老。女性防止卵巢早衰，可以多吃黄豆、黑豆以及补肾的食物，调节卵巢的功能，尽量少吃一些高糖和高脂的食品，尤其是要控制动物脂肪和肥肉的摄入量。四、预防肾虚，肾虚对女性影响较大，会造成女性的早衰、性冷淡、不孕等等，要及时的治疗，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八子补肾胶囊，它能够补肾填精、阴阳伤补，治疗肾精亏虚效果较好。专家提示，闭经后可以从合理饮食、运动锻炼、保养卵巢以及预防肾虚等方面来防止衰老。其中如有肾虚，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八子补肾胶囊。好。